秘密，跟我们在农历的八月十四号晚上来赏月哦。八月十四号，中秋节的前一天哦。哇，今天是九十八集了哈。是，欢迎收看我们九十八集的《我们福报的秘密》，我们一起来收受福报的一个好节目哈。是。咱午餐约会之前，恭祝。是。咱讲啊讲，忙啊忙，咱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了。哇，近了近了。嗯。啊，在这之前的话哈，我们跟公主哈，因为咱这次中秋有连续假日嘛哈。是。恭祝，你先给大家祝福咱的中秋节快乐哈。啊，祝福我们所有的网友们啊，亲朋好友哈啊，大家哈在中秋节快乐哈，平安如意，月圆人团圆啦哈。是啊，龙德公哦，其实哈，咱龙德人哈对中秋节哈特别特别有感，因为就在中秋节的咱的诶，应该是八月十四哈，阿玛是咱的九月国历九月十六的。晚上晚上晚上那得被圣母择日啊嘛哈，应该不是那一天的子时，是我们八月十五的子时，就是的子时，对，就是十四号的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哎，刚好除了就是咱圣母择日之外哈，除了咱今年有特别活动呢，你敢知？有一点啊知，佮有一点啊唔知。安尼好，讲出来。请咱公关长甲大家报告，甲大家报告，佮大家哈那个邀请一下哈，大家哈呢。拢会当大大小小拢烧酒来，拢得讲吼，咱来吃月饼，咱来赏月，咱来迄个食鱼啊、贝鱼啊，啊，过来赏月。是。迄天吼，咱管委会吼，咱跟公主哦特别企划，跟我讲说笑话比赛了吼。是是是。还有一个捧着肚子让你大笑，然后一直吃月饼的话，心情会更好。是。啊，然后还有一个吼，一个什么那个叠叠什么那个叠叠 bingo 对对碰的一个特别的游戏。哦，是是是是是。光是听到这样我就觉得很兴奋呢。啊，咱中秋节多啊，连续假日有四五天，公主。是，啊，咱就安尼哦，前一天的晚上不影响大家的团圆夜哈，是，哎，当来高龙德宫哈，哇，一起吃月饼赏月，然后又玩游戏，是，想象那个画面就很棒哎，从几点开始？从九点就开始了，哇，这一天是星期几？星期一哦，啊，星期一哦，国历的是九月十六，下个礼拜一哈，哇，下个礼拜一，快到了呢，快到了啦，哦，够紧的，你看，今麦跟拜喜拜喜拜五拜了礼拜，啊，过来四天两就搞了，哇，所以说你看。好快哦，好快！那我们今天初十嘛，明天十一，明天八月十一嘛，嗯，哇，下个礼拜一就是我们的八月十四，农历的八月十四。啊，所以大家哈，惜家带眷哦，来参加我们大家的一个好朋友了哈，是阿玛龙德人的一个聚会。是我们九点到十一点哈，啊，咱这里当中哈，那有一挂哈啊趣味的游戏。啊，然后也可以哈目睹我们所有龙德人哈啊，我们的义工的小朋友啊，他会跳舞吗？会，哇，公主你莫直直露馅，还有大家惊喜 ，surprise！ 哇，你了知了知，你了知，我来这了欢乐了。是是是是，因为我的孙啊，不会跳了，所以讲对这点我较了解。我讲你来看了知，公主啊，公主也是标准的四嘛，因为有四个孙，阿妈今年吼是四个孙的阿妈，你来看就是啊，真的只有这个五高高枝，好看起来好羡慕哦，好赞哦，好棒哦，做高枝耶啦。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可爱，那我们的龙德人哦，啊，我们所有的义工小朋友哈，哇，讲召集足济足济要来呢。安尼哦，安尼讲出来嘛，先搁大家预告一下哈。是。咱马上哦，咱今年度哦，咱已经是入伙安坐几年？第四年。第四年呢？啊，四年哦，就是咱桃园龙德宫四妈祖。是。啊，咱家吼，咱妈祖足济罗哈地主，不管是义工的。子女啦哈，啊是义工的孙啊哈，咱有特别策划，你看，活动一直办啦哈，因为拄好讲到咱公主的孙嘛哈，阿妈提甲大家讲过一下，在龙德宫吼，咱入伙按座吼，十月六号那时候，也有个很特别的活动，是百年传承呐哈，阿妈就那个很多小朋友可以来走秀呢，应该是。
十月六号不是，不是那个。十月六啊。哦，我有。包括十月六啊。我记错了。万总工作真的很好。哇，太多事情了。他今天早上也接了两个有功，你知道吗？是都是慕名而来的哦。而且开会。又开会啊！等一下要办盛事，现在在录《虎豹的秘密》。对，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哈，伊个精神唔知为倒来，那遐厉害呢？哦，哎，唔知用，唔是尽量电池啦哈，再用上面电池。金顶啦，金顶金顶电池哦。对对对，真的都是永不退进的那种感觉，太厉害了，不能退啊！啊，那话说哦，就是哦，咱十月六号那个活动哦，一刚哎，应该龙德宫的网站有关心的人，其实在网站我们已经播出去了。是，然后就是一个百代。传承永结同心呐、啊，哈，是啊，为了募集100位的小朋友，啊，拢喜欢龙德宫义工的小孩啊，或者是孙子啊，哈，是，哎，囡仔呢，前个就特别制作的那点走秀服装，哈，哦，真的不错、哦，大家都穿一样的，由我们桃园龙德宫哦，我们的一个策划总监，哈、哦，啊，活动总监就是我们的陈凯森，哈、哦，他是艺术家呢，真的，哇、啊，他一件的衫裤，嘿，衫，哈、哦，对对对，衫。他设计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太棒了！而且他做的，哇，真的，好期待啊！都包办的。听说你现在准备报名未？报名了。哦，一定要报名了哈！哎，所以哦，热情邀约哈，一定要参与了哈。是。啊，那是十月六号代志，公主，咱搁个时间点咯，搁拖啊过来，咱过来，咱今仔个是，哎，应该是12号嘛哈。是。后礼拜哈，咱除了就是说，咱除了邀请大家来，咱参加咱的中秋节前的择日跟那个赏月之外，9月19还有个特别的指标的活动呢。什么活动？咱的九天天路圣诞呐！哇，是哦，嘿哟、哦，哎、欸，9月19是我们国历的嘛？国历按农历的是8月18。哦，是8月18也圣诞，啊，不过咱是伫个国历9月19晚上11点，咱去刚好直播，也欢迎各位哈、哦、善心大德，大家跟我一起来共襄盛举，共沐神恩。是啊，那今年非常的一个特别哦，啊，国历的9月19是我们九天玄女的一个圣诞千秋日，是，那我们。哎，农历的9月19是我们观音佛祖的一个圣诞日。哇哇，怎么那么刚好？所以心明的心，因为伊嘛是爱好哩公家用，你看都是这样一直排下去，一直排下去。无，因无公家用，是因为我讲的是一个国历一个农历。农历你啊，就是9月19。其实公主都会被我打乱，你知道吗？因为我好像唔捌农历，当时是当时，啊，伊拢习惯农历，啊，我拢习惯国历。哎，对，所以说我们两个是讲未怕噶，你知道？伊讲哎，农历国历，农历国历，啊，两个拢误会啊，所以哦，你若讲唔对，先来搞包含一下。是，因为两个哦是讲唔是专业的啦，哈，啊，不过光讲公主自我调侃讲哦，我们是业余的，但是我们绝对用300%虔诚热情的心来为大家服务了。对对对对，真有你们真好，因为吼会当讲。啊，教阮指导，啊，佮教阮听笑，互阮会当这个节目继续支持落去，主持下去。真的呢，是。啊，你空啊，100集什么时候？100集，跟他是9月26号哦。哇，9月26号，我们今天是98集。对。哇，这么快哦！哇，欸、兴奋哦！真的。我两个呢，吼，安尼，人啊，人讲人到要100集嘛。哇，真的，哎，讲人啊，这实在真正非常无尊重我们的朋友们。不然，我公主，她是用很虔诚哦，就敬敬啊。我形容有时候就觉得很喜欢调侃公主了哈，因为一路上真的看她在带龙德宫哈，跟那个咯幽宫哦来哄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伊拢我伊一句话就记下就伊讲哦，其实龙德宫都是做了，我公主无啥，我都出来做尔啦。对，其实轻轻带过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跟他出来做，迄做是爱做偌济，做27年呢，啊，为年头到年尾呢，对不？啊，逐工，啊，咱是30有准，伊是天天呐吼，是，所以吼，来镜头前的好朋友，咱甲公主拍拍手，谢谢，我天天做，天天乐，啊，不过愈做愈笑咧，愈做愈快乐，你有感觉？啊，愈欢喜，真的，啊，所以说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与疼惜啦，才有今天的龙德宫，我也非常感恩大家。我们就是向上的力量嘛，是。公主出来，伊呢，拢讲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伊敢那吼，伊个迄个母鸡带小鸡哦，一直头前行，七步走，后边等，磕磕地，磕磕地，磕磕地，是，大家一起做了，因为共襄盛举，做好事是非常好的事，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跟上。是。所以哈，活动哈一直都精彩不断哈。我们刚刚从9月16号的赏月，然后圣母择日，然后九月十九，咱的
九天玄女的圣诞，啊，过来个跳到9月22呢。总之，我一定要甲大家预告，你知道？是。因为咱这个职责，无为人啊讲，啊，你也无讲啊，啊，为人讲，啊，讲过你搁讲，啊，因为这个你无，这个伊看，这个伊看，所以看的人无同款。是。所以9月22时吼，咱来威风凛凛的中段外水，咱来去新营太子宫，咱来去业主进香。哎，对对对。十全十美，十台游览车。是。啊，我这个看也欢喜哦，一点一点就一点就欢喜。你也十台游览车去，伊就足欢喜。啊，那十台以下，伊就讲无欢喜。其实哦，这个是虽然是每年既定的哈，但是这个特别的日子哈，咱一定要替咱的迄个中段万岁，咱的三太子哦，好好改个名字哦，当然哈能够这样子哦，不灵不灵的闪亮亮，那能够很光彩的回到他的新营太子宫进香。是，啊，佮讲来吼，公主是，咱继续哦，再把话题播哈，咱明明中秋节对不？可是隆德宫的公益都不停歇哦，嗯，欸，咱功德会哈，马俊杰过去创世基金会，还有那个我们巴德的有一个红化怀幼院，是，欸，去。欸，算是送了，去送月饼，哦，送一些物资给大家，哦，真的，哦，真的也给这些小朋友们，哦啊，大家都可以得到 一份的温馨，然后啊，刚好是中秋佳节，然后啊啊，做到我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同乐，真的，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哦，有一点能力啦，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可以照顾到这些，让这个社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哎，对，温馨。这个公益哦，一直持续在做。是。好，公主柯琪姐，咱9月29过节的公益活动了，你们在知影不？哎，净滩。你看，不愧是公主，因为伊都是领头羊，你知道？但这个秋季净滩哦，是一直持续很多年了。可是为什么要做？因为爱地球，响应环保。是。哦，啊，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都提布袋啊去袋啦，一人一袋啊拖嘞，一直行啦。啊，你捡捡啦，捡我大布袋啦，用小布袋装大布袋这样子哈，哦。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一个踊跃参加哦，而且哈，哦，大家拢做到满心欢喜，快乐无比。真的哈，哦，啊，就是哈，哦，咱的公益活动都妈祖心隆德勤，就不断的一直在往后往外一直在延伸哦，所以其实。这就呼应到我刚刚讲的公主说，啊，都在讲我都做了，我就没啥，公主没啥，我带做而已啦，吼，他就是带做啦，吼，啊，所以龙德公就傻傻的，吼，听话照做，用心做就对了。就做到现在了。就做到现在了，哦。我们希望我们未来还有个27年多，大家好来做好事。嗯，嘿，咱是怕是讲寿命无够长啦，如果上苍给予我们，吼，哦，最好的生命，吼，哦。啊，我们就发挥我们的生命力啊，来创造一个功德力，让我们这一辈子做好，下一辈子会更好。真的哈，哦，我觉得公主哈都字字珠玑，字字珠玑，字字真言呐哈。总之，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是，乔公，桃园龙德宫哦，咱这块地是谁建？这块地是四妈祖建的。嘿哦，有足侪地，你说讲咱这个桃那个什么桃园宝地呢，真的是很棒。我咱这四妈祖这间地是啥？哎，欸，那个叫啥？金龙荷花，就整个一个龙把它包住哦。玉凤雕鱼。哈，哦，啊，然后它就是属于溺水，你知道？溺水，嗯，啊，我想溺水不是较拍较辛苦对吧？哈，比较辛苦。也谢谢很多的一个老师来给我们指点指导哈，啊，就甲咱鼓励讲，啊，恁都继续做啦，什么会足兴的啦吼，啊，阮就感觉讲啊，好啦，什么你就较兴，足兴，啊，阮就较紧做安尼啦。很谢谢我们的四妈祖给予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宝地，让我们在这边好修持。真的哈，哦，而且我听说哦，我们原来哦那时候要盖庙的时候，那妈祖就被纪念公主做代言的时候，他说要找他盖庙嘛哈。是。啊，公主，听讲咱起庙第三年的时候，都有人那个信徒哦要捐3000多平的地给咱。是。啊，那个圣母说不可以，因为。那个要捐3000多平的土地，他是捐在我们的大溪。啊，圣母哈，哦，有看过那个柱子，他说他要盖庙的柱子不是在那边，结果他还是锁住这一边。他觉得说，那时候在这边虽然是很小，才300多平一个铁皮屋，但是四妈祖说，以后旁边的地有的是他的，他都有跟我们明示啊，所以说叫我们耐心的等啊，真的我们等了开工到我们20年啊，他就开始真的开始盖了。那我们现在啊，龙德宫的土地一共有1300多平了哈啊，所以说慢慢的来，慢慢的来，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300多平的土地给圣母用。
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土地，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老天爷啊、上苍啊，以及四妈祖神威显赫，还有所有的众神明都给予龙德宫多一点疼爱，让我们龙德宫想要什么有什么可以我们可以接受我们所有的众神明的一个赐福啦那我们非常感恩感谢。真的，因为咱妈做灵感吼，伊当初那一代工作的时候，伊就讲吼，伊二十年要起工，正经的二十年就起工，伊要三年就起好。人大家讲奇怪，要先那三年，原来三年起好，疫情来啊，吼。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盖好了，已经刚刚讲的，我们入伙安坐快四年喽，是四年马上到了呢。到了啦，因为在下个礼拜我们就四年满。入伙安坐满四年了明年是满五年所以说我们在八月二十农历的这一天，是我们在119年入伙安坐的日子。是，所以您入伙安坐快四年，等于是咱桃园龙德宫天上圣母四妈祖这个宫殿已经完工四年呢，入伙安坐四年了，真的好快哦！我觉得我们妈祖也很可爱了也是很有智慧，阿兰玛公主哦，在她当代言人的部分也是恰如其分，肯做了，我肯做而已啦。所以哦，咱今麦被。我起码前面铺陈了那么久，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不知道。公主，因为哈，下个礼拜19集哈，是有节特别任务。是。现在特别任务的是讲哈，其实桃园龙德宫目前每个礼拜天哈，那桃园龙德宫你是什么写的？南市、北市，我们问起现代市，我们有导览哦。我们桃园龙德宫真的很多内容是值得看的哦。礼拜天有导览，但有专门的导览员。是。但是下个礼拜是99集。长长久久，那西妈做奠基在我们现在桃园龙德宫这个地点来讲的话，是准备千年万年以上的，所以呢，长长久久是一个很指标性的活动。是，那99集我们安排什么例子？我们安排我们的王牌的导览，就是咱丁公主要去带大家去看一下哦，是啊，桃园龙德宫有遐尼啊侪人，决心来替妈做完成这个宫殿，一个真的很棒的一个，应该这么讲。特别奇特的景观，起码那个所在哈，阿伯对外开放，嘛不是阿伯对外开放，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了那个秘境呐，嘛是打卡的好景点呐、还有一个很多很棒的公主的话，公主我讲话这里嘛，盖小姐。应该是说我们非常的感恩感谢我们赞助的一个功德主了我们在桃园龙德宫可以在三年里面盖到我们总建坪是3450坪而且把装潢什么的一个里面的点线面都做到非常的圆满，是因为我们要感谢所有赞助人也是功德主了所以说我们下个礼拜会带大家看我们功德榜榜上有名的你，感谢你榜上没有你的话，我们未来一定有你。过去来不及参与，未来一定有你。是，这是龙德宫，咱嘛是帮咱七妈做。对啊，这信仰啦，妈做吼，会真个做连干嘛？咱顶我主公，先不要，咱这个宫吼起好了无？咱会当办圣书三干变两干无？伊讲不行，还是要继续做，还是要继续。所以说，公馆长，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功德榜吼，或许你来讲，那时候我们也来不及参与啊。我的顾问都不知道龙德宫啊所以说我们未来我们有需要你的地方还很多很多善心人士由于我们的一个善心善愿我相信我们的司妈祖一定特别的一个护佑你因为你的一个真诚绝对可以得回向，因为我一直在想说龙德宫从来没有做坏事我们都在做好事，而且每一分毫的一个有心人善心人士赞助的钱我们都不敢随便乱用因为阿猪怕因果所以说我们把龙德宫经营的可以说小小的一个龙德宫，但是五脏俱全是因为我们今天感觉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世人我们就是要做到造好因得好果，我们要回去交差我们如果在这里种好因还做一些坏事情那这样子就不叫好事也不叫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因德我们的功德也不在里面因为你有做好但是你也有做坏，但是我一直长期以来阿珠一直觉得说我们龙德宫
啊，四妈祖找我当代言人，然后啊，让我来换这间宫，好，我们来执行面来做事，那我非常的一个乐意。但是我也秉持着我们的正心正念，哈，啊，来经营龙德宫，我们把里面好所有所有的一个财务，我们也是非常的一个透明公开化，哈，那我们也不能说去随便用我们的四妈祖的钱来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是不行的，哈，所以说我们会非常的一个谨慎小心，哈，来用我们善心大德给予我们四妈祖的一个哈啊功德财了，哈啊，所以说那在这个部分咱也无乌白用，哈啊，过来就是讲哦，我们来到龙德宫啊，哈，来做义工，虽然我们里面哈我们的义工那么多人，那我也一直在强调啊，哈啊，我们一定要做到哈。啊，财色一定不染，吼，啊，袂当讲家己占有啦，吼，尤其是我们的一个色，吼，啊，你今仔日来到家做义工，我来喜欢你的老公，你来喜欢我的老婆，这个是千万不可以哦，吼，尤其是我在龙德宫，我是非常非常坚持不能这样做的事情哦，吼，因为如果你要这样做，阿朱没有反对，请你离开龙德宫。因为阿朱怎么可能会反对你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主权，也有他的权利所在，但是你只要离开龙德宫我们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为了、啊、我们日后、啊、有一个好修行的一个好地方，那我希望我们同步嘛，啊，思维也要同步，正信正量的方向一直走，上苍才会怜悯我们，也才能护持我们，也可以说让我们做到功德圆满，福慧双收，所以说这个是我一直一直以来阿朱秉持着我们正思维，我们必须要这么做的事情。谢谢公主的勉励跟金玉良言，的确，因为桃园龙德宫的话，我们是在这边，大家都在道中都在修道，所以修道这条路的话呢，我们因为人哈、哦，我们司妈祖是我们的义工有五六百名，是，但相对话，我们妈祖是用人为本，但是人是最难管的，是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就是纪律，所以其实龙德人的话，我们公主除了要求我们纪律之外，我觉得这些都是基本的公民与道德，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的，是，所以我们就是朝哈。恭甲行廉小青临河来迈进，对不对？是，而且、哦、我们要做到礼义廉耻。嗯，虽然我们这个都已经去了，是没有了，但是我们龙德宫还是要存着、哦、礼义廉耻的一个心态，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真的呢，哈、哦，那公主你今天分享啊，那小编有事？没有，那个公主，我想要之前捌听过的人，就是伊其他有人讲哦，咱是安怎找到这块地的故事？那找到这一块地是四妈祖给我梦境，他坐在我们的嘎当给我，他坐着、啊、然后四妈祖坐着、啊、那我梦境的时候 我看到四妈祖他怎么坐在水的上面，而且这个水非常的急，嘿，非常的急哦，嘿，非常非常哦，嚯、哦，你老的时就叫足叫的，啊，四妈祖就如如不动，就坐在那边。那我就坐在那个桥的旁边了、啊，我就说四妈祖，你赶快出来，不然会吼、哦、会沉落去安尼。但是四妈祖就是一尊，我才刚才看到伊的四妈祖，咱八寸八金尊，伊就是坐点伫迄板桥中的吼、哦，啊，然后这个水已经流到。已经上来了，就是好像我们的台风啊，吼、哦、啊来赶快吼、哦，五月吼、哦、雨势嘛，然后他已经对很，他已经满了，已经那个桥都满了，但是他坐在中间啊，然后就看到一尊神尊吼，伊、哦、水一直流啊，但是一直是这样呢，这起码是这像我们。龙德宫这样是吗？这个位置、啊，这个对，哎呀，这个方向，好、嗯、啊。然后为什么我会梦到这个？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开工，的时候，我们四妈祖就有指示说，我们玉皇大帝，我们开工的两年内，玉皇大帝会是我们龙德宫一块土地。所以说，我们当我们一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哎、欸。到底土地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说真的还假的，但是在这当中他就给我一个梦境，就梦到这里。其实我以前、哦、我住在永安路，我不曾走到这边来、嗯、因为我们是一个、哦、南宫家庭主妇啊，就是带小孩子啊，那我们要买菜也要是往桃园市区，怎么会到这边来啊？那这边是因为我们龙德宫已经来这边已经二十五六年了、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边我们会感觉到哎，好像车潮啊还有我们的房子都盖得满满的。以前我们二十七年、
25年前，那时候找地啊，26年前，然后我们到这里的时候，都是好像就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嘿，对对对，真的，对啊。然后圣母就跟我们指示说，你哪一天，好，比如说8月13，那8月133点叫我们来这边啊，他说往这边走，那往这边走我们就走，走到这边，那我在车上，他说停，那就是刚好在我们的桥上面，他说停，然后圣母就反正就来了啦，啊，就我们就赶快跑下来啊，那这是谁的地我们都不知道。那下来的时候，他就坐在我们最后面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好像是130几平，还是190几平，因为他们两块地，他有两个地主嘛，一个190几，一个130几，两个加起来，然后他就坐在那一个位置。啊，那天你知道哪个干吧？因为都要下雨，哇，我们就是跑着跑着，圣母就降下来，就坐在那个土咖。哦，你知道，大家知道吗？我是圣母代言人，对不对？嗯、然后一起来的时候，规身躯拢大高脚啦，老高阿母，哎，老高脚啦，拢卡，哎，对啊，要上车的时候又不敢坐，要找一张报纸来呢，不然你车顶扛这个垃圾干呢，对不对？那圣母就说这一块地是他的，对。哦啊、所以说当我们在买这一块土地的时候，那个主人家也跟我们讲说，其实这一块是庙地，因为他们做事业好像做不是很可以成功。妈祖就早就给定下来了。对，阿姨就说，这块庙地以前啊，也曾经有神明来找过，那有神明来找过他，我说那时候你们怎么不卖？他说我们那时候就不卖。啊、现在为什么要卖？因为时间到了。那先不要早就给注文下来，是，所以咱想要是咱这个宫庙上好的地理书。对，所以说圣母就已经应该是上苍有灵旨啦，有年纪要来起庙，所以讲伊当当时甲我讲，所以伊嘛甲我讲吼，丁寿祖先，你爱来甲四妈祖起庙，我讲你也找唔到，你懂不懂？即阵四妈祖我不是那时候不相信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是谎话，因为我怎么可能会给他开庙？我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嘛，两个小孩子，阿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的一个哈，阿妈无什么一个很好的事业出路啦。啊，我要给你盖庙，那时候我单纯就是想说，我一家啦，过个八点好啊。你先不要开玩笑，你要去祈庙，你就去找政治人物，他们比较有钱。哎、跟姜汝京个足高资，很多故事其实哈、在从隆德宫丁公主接了咱代言人的职务下来一路走来很多故事，我觉得在他身上的话，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印证。哎，姜汝京当时也出一本咱个隆德宫回忆录。真的应该在我身上我要写一本书是很简单的、只是说从头到来的话实在真的太多了，因为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里面还有每一个时间点里面都有事情发生啊，人事物都会有啊，有好笑的啊，也有好气的啊，也有成长的也有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不舒服，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关关、那我希望说每一个道业先进你们啊，我们大家都秉持着善心善念，那我们同心同德为我们自己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天地，因为你我都可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当时啊，我一直觉得我不可能，但是我真的做到了。对，我们公主我们公主本身就是一部书啦，而且她是一个很乐于分享的人，然后更是一个善良的人哦。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公主，你也当欢迎留言哦。是，公主分享好话。信仰我觉得信仰贵在力行。好，那你信用贵在于我们肯去付出了哈。啊，逆境只是个过程。就刚好我们讲的，刚好就印证到公主的身上。对，信仰贵在力行，逆境只是过程。所以说，所有的逆境都会有，像我们家庭啊、事业都会有。但是呢，如果你用心的把它突破，其实有输无输，拢无输。
其实哈，一路走来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是。阿妈是吼，咱讲妈祖灵感，我还是要讲这句，我非常爱讲这句。妈祖灵感，咱得住空看，因为咱听话照做，用心做。阿姆哥最主要根据的是咱丁公主精灵就勇敢。是。一路上有没有因为他的勇敢跟坚持的话，龙德公现在可能还在地下室，还没盖起来。谢谢谢谢。而且感谢大家疼惜哦。啊，我们午餐的约会现在已经来到98集。是。下个礼拜不要错过99集，是我们王牌导览丁公主要带我们来逛逛龙德宫，是带带我们大家哈。或许你刚好有叫到你的名哦，你的大名哦，你的芳名，你的一个大德的名字哦哈。因为我们的功德榜有你的名字，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你是我们龙德人，你是真的帮助我们龙德宫成长的第一大功德主，谢谢你，谢谢哦。那我们今天午餐的约会，你看公主去梳纱嘛，是等你过来办现书呢。哎呦，还没抽奖啦！啊，跟各位报告，我们下个礼拜会暂停去抽奖一次哦，哈。好，来10号，我们下个礼拜是户外的。哎，徐静芳大德，徐静芳大德、哦，恭喜你哦！恭喜这位幸运儿，记得跟我们小编联络。那我们今天98集的福报的秘密就到这边。那记得99集长长久久，看看我们丁公主的王牌导览哦。啊，我们100集的时候，我们两个才会再出现。是，啊、我们100集有没有蛋糕？有，一定要的啊！哦，100集，那小编讲无问题，和顺的头家咧。嘿，一头，伊讲要买来对吧？嘿，哦，100集跟101集呢？嘿，对对对对对对，两次都有，两次都有。为什么有？因为头家讲，老板说了算。因为伊讲说100集就是完，啊，100集就是开始，再出发，一个圆满加再出发了哈。对，就是这都给我们一个任务哈。100集圆满的时候，我们一个蛋糕；那101集要往200集迈进的时候，又要一个再出发的蛋糕。对，一定要的，公主。我们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一起努力啊！记得啊，最重要要有您的收看，才会有我们两个的出现呢。对对对，我们的丁公主。我们桃园龙德宫司妈祖最佳的代言人，永远会在这边跟你们午餐的约会。谢谢，爱你们哦，爱你们。She can't